张公公正在休息，闲杂人等，概不接见，还不快滚！跟我来。阿蛮，好慢啊！此二位是，听了不要吃惊，正是他们讨伐了张角，来此途中巧遇，便邀他们二人一同前来。 哦，在下中军校尉袁绍，自本初，和这曹孟德自幼便已熟识。哼，如今便是三公都难以接近张让，不过也并非束手无策。原来如此，莫非这口古井通往密道？很好，由吴来先行开路。只不过。 若是此地失守，便会无路可退，须得一人留守。交给我吧。此地必有我，快走。 便让我等。 Thank you.
尸首上有余温，提高警惕。如何，阿蛮？通道狭窄，尚能行走，似乎可先身处牢房。感谢几位上主。小女姓甄名福，他不乖，一心想要保护小女，多有冒犯，还请恕罪。张长氏抓捕对其不满之人，在这地下将他们的气夺走，若非有紫白蛇相护，小女只怕……请问几位壮士是？莫非是袁将军？那位将星闪烁之人，没想到竟会在此遇见您。没错，在下正是袁绍。星象上是如此显示的。远处，甄小姐就交由你护送了，总不能带上她一起吧？尔等可千万别掉以轻心了。上去应该就能进入府邸，不过密探所打听到的情况只有这些。准备好了？哼，放心，将背后交给我孙坚。看来此地之凶手可以预料，千万小心。
初为一时之杰，其人重名誉，只可惜余生太短，犹如草芥。抓捕张让，收缴丹药。看来敌方也有排名。本侯正忙着呢，来者何人？张公公别来无恙，不知散播可疑丹药之人可是公公您？如今证据确凿，何从狡辩？已经沦为妖魔，你这无礼之徒，本侯府邸岂容人说来便来？既然不请自来，本侯就收下尔等之气吧。笑死你！嘿嘿，你猜错了，毫无识破的机会。Ah!
是你要做什么？等等，你想要的是钱财、宝物、女人，是丹药。那边分你一半。有了这些，要筑起万世之业也非难事。看来有人抢先一步，从今往后这天下定将更加混乱。若此乃天意也罢，曹某当奉陪到底，直至扑灭战乱之火。眼下大汉天命飘摇，内外交困，将来只怕不知会有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。既如此，曹某当为国家讨贼立功，还天下以太平安定。英雄莫问出处，贤才不论清浊，而若欲建功立业，曹某当显出相迎。看我等如朱雀一般浴火腾飞，直冲云霄。战事已尽，必须逃离京师，募兵备战。孟德，就等你一声令下了，该到我等乔沛子弟大显身手之时了。